都去见了。就是。哎呀。这就是我中西日一收到女儿从台湾回大陆探亲的消息，我就面瘫了。今天是三百余家张楼的送行宴，到场送行的是钟家三十多位至亲。如果你回来了，我们大家就团聚几次，使大家更团结更和谐。希望你多回来，希望你大家以后多。此刻我二婚老婆正努力维护着和我前妻女儿的荣家关系。我爸是钟家老大，我妈走后他就不爱讲话了，摇头这位就是他。二伯曾经是钟家首富，坐在我左边的是他的儿子，开矿也风光过，如今倒借200万。二伯倾家荡产帮儿子还了债，把孙子送到铁路职高，说靠手艺吃饭，至少不会欠钱。下次也可以快点回来。第四年很不容易，
俺也急死了，女儿没人赶回来，女儿结婚了，我们也没能赶过去。有时候觉得自己的笑丢了一半，看得出来女儿也是这样。回大陆见父母开心一半，想到在台湾的家又伤心一半，见到我开心一半，想到他妈又伤心一半，见到爷爷开心一半，想到奶奶又伤心一半。心情就像这盘鱼，一半快乐被压在一半痛苦下面，仅有的快乐也被蚕食得弃之可惜。动手翻一下，可能又会伤筋动骨，支离破碎，只好干瞪眼儿。穿红衣服的是我们妹儿，离婚后没有再见，没得娃娃，倒也自在。这群婆娘在看女儿和前妻的合影，有人怂恿我们复婚，说一家人到台湾团圆，完全快乐，这样就能治疗我的面瘫。未必现在的老婆和儿子不要了，公司不要了，我们爸不要了，真是一群瓜婆娘。中间那个是我的表妹，她的女儿也在加拿大留学，老公在日本打工挣学费，据说女儿要回来读硕士，那边太冷，太想家了。看看这群平均年龄75岁的老人，越来越爱找机会聚在一起，高高兴兴的，大家都不说，其实心里都清楚，见一面少一面，不知哪一次再见就是永别。比如左边背对着我的四娘，是姨父走后，她又查出有肺癌，做了手术，一直在坚持治疗。她和我表妹的关系也比较紧张，这也许就是外孙女急得从加拿大回归的原因吧。白头发的微胖娘娘，她是这里面年纪最大的，也是最坚强的。老公和女儿相继去世后，她坚强挺过，现在在照顾怀孕的孙女，虽然吵吵闹闹，但是老有所为。女儿45天没带亲，很快就要到说再见的时候。大家庭的聚会都是这样，表面笑笑闹闹，从来不说自己的生活工作，年年都一样。以前接受不了这种一成不变，现在想想不变更好。去机场的路上，我还是决定不告诉女儿爷爷下周要做手术，风险大，不想让她担心，对她来说可能又是一个遗憾。我终于晓得自己面瘫的原因，但咋个治呢？